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 K 哈、哦、满足这个式子啊，那 K 等于多少？我们看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说哈、哦，哎，上面这个哈、哦、是八的话就二的三次方嘛，乘以多少呢？哎，二开三次方就是二的三分之一次方嘛，然后再开平方，哦，外面是二分之一次方，然后呢这个哈、哦、这个多少？这里面是二的三十二是二的五次方嘛。然后再给它开四次方，哦，四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等于哈、哦、二的几次方呢？这三加三分之一嘛，所以是三分多少？三分之十，哦，三得九嘛，九加一是十，它、啊、乘以多少？乘以二分之一，然后哈、哦、再减多少？再减掉哈、哦、四分之五，哦，四分之五。所以 K 等于多少 ？K 的话哈、哦，就等于哈、哦，这是二可以约掉，这个是三分之五，就三分之五哈、哦，减掉四分之五了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五抽出来乘以多少？十二分之四减三是一啊，算是十二分之五 ，K 等于十二分之五，哦，十二分之五。